在以前的记忆里头，参加冬奥会的运动员，你要是考试啊，这位运动员是哪里人呢？A. 黑龙江，B. 吉林，C. 辽宁，没有 D，这四个选项都凑不齐啊，这很好猜。三亿人上冰雪以后啊，不好猜了。新疆富蕴县冬季寒冷，这两天县城的温度更是降到了-20摄氏度左右。在天然浇筑的冰场上，来自县里四所中小学的学生们正在认真训练。这支高矮胖瘦不均的混编队，小的有7、8岁，大的有15、6岁。你觉得最好玩的是什么？撞，团队配合。那你觉得冰球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是什么呢？当你赢得胜利的那种成就感。感觉非常开心，快乐。回想起冰球队的组建，教练周小凤颇有感触。当地推广冰上运动是黑龙江援疆工作的一部分，他有幸被选拔到黑龙江学习。经过培训之后，回到县城组建了第一支校园冰球队。球队成立初期，小队员们并不了解这项运动。之前我都不知道有这种在冰球上玩这种滑冰类型的运动项目，我们都之前都没见过。是后来周晓峰教练就是在我们学校，就是建立这个冰球场，然后我们就跟着他练，就一直练到现在。我看到的就是这些孩子们对体育的热爱和坚持，看到他们的成长与进步吧，就是一步一步我们共同研究、共同探索。我不是专业的，但是我觉得这项运动使我想去研究、想去钻研的那种，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学习吧。这两年，当地政府为他们配齐了青少年护具，建起了带专业挡板的冰球场。球队成员也从2013年的4、5个孩子壮大到了现在的60多个。虽然参加正式比赛的机会并不多，但这也没有妨碍他们逐梦冰场的热情。希不希望能够多参加一些比赛？希望呀，希望，肯定希望。对，打破。你们觉得打2022冬奥会？真的？你想去冬奥会吗？想呀。想参加什么？想去冬奥会看什么呢？打冰球，跟外国人交流。看他们的比赛。那你们的梦想是什么？进国家队。对，新疆队。你给我大声说，你想当？进国家队。进国家队。对。如果将来要是有机会能打上职业之路的话，我会毫不犹豫地去选择。当能当上一个国家队队员的话，我也希望给国家出一份力量，就是为国争光。